火王一出，谁与争锋？翘口斩首不是人人受，我而家就收翻我阿哥嗰单嚟做。我睇你可唔可以日日玩七招七，包你两个礼拜内冇鞋玩劇走。做果栏真系有几难啊！我就要做个三果王子出嚟叮死你。不过总有人识货，帮佢入口。无论你做咩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今次乜嘢嘢都阻唔到我嘅人生大事噶啦！果栏中的江湖大嫂，3月5号晚9:30，翡翠台。